曹老师，这叫什么？不要就，不要再聊这个话题了。再聊下去又要回厕所了。我的心情需要平复一下。哎呀，这叫什么铁汉柔情吗？这不叫偷着哭了，已经哭肿了，我鼻子都红了。好久没有见大家了，那个时候，哎，在部队里面。你不是说换个话题吗？我先给你交代一下带娃时候的注意事项嘛，因为说实话，家务啊各方面就是样样做的都很棒，都很精通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带娃其实确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放心。最重要的就是冷热的问题。如果要是在室外的话，你就把外套给他穿上；室内的话，他基本上穿不到外套。你知道那个身体乳，晚上洗完澡的时候，一定要多涂几遍。从头再说一遍吗？还在班长那个情绪里吗？对，没有在听。对牛弹琴。我现在脑子里都是我男友的话。那我刚才是在对牛弹琴吗？就在涂。你先听我讲。跟他玩的时候。不要那么大的幅度，万一磕到碰到怎么办？吃饭千万不要让他只盯着一样东西吃。冷热的问题，如果冷到了就会感冒，热了的话他又会湿疹。身体乳白天的话是脖子、手背、关节这边，晚上就全身都要涂，发现红的地方重点涂，特别特别红的地方就要加一点药膏混在那个霜里面调和一下。这其实万般不放心啊，所以脖子涂得特别厚是吧？脖子容易长湿疹。对，要不然干疹或湿疹都有。需要这么细吗？我可能越是这样是不是他就没办法有一个。不是这样子的。湿疹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之前也咨询了好多医生啊，我也看了很多资料，这个应该是遗传你的皮肤比较敏感。我也喜欢这样讲。我觉得我的皮肤挺好的呀，我在部队锻炼这几年，我们天天又是晒又要训练，从来都没有过问题啊。既然我当家，你可以提要求，但是我一定会按照我的方式要去改变它。既然改变，这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。小孩子还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。我昨天晚上睡觉也在想这个问题，那我可能会把我自己部队的那些方式方法转化一下，变成他可以适应的一种方式。就像咱们当年在新兵连带兵是一样的，那我们都能带得好，你孩子有什么带不好的？那我认为我们应该就是遇到问题，我们想办法去解决。就像他湿疹的事情，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别的方式改变一下他的作息，他的生活习惯，不要天天去靠擦身体乳。我觉得这是个被动式的，我认为我们要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他思路好清晰啊。我同意。我怎么感觉我被他说服了？那你走吧。没有，我爸我妈还有我公公婆婆也有事情要跟你交代。你肯定又给他们上了很多课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们怎么就对我这么不放心呢？那我们给爷爷奶奶还有姥姥姥爷打个视频好不好？家庭会议啊。哇，老爷闪亮登场。哇，老爷，老爷看不到你，你头往前来一点。老爷，给老爷换换手。来了来了，爷爷奶奶也出现了。然后我们爸爸马上当家了，爸爸今天就正式上岗了。你们有什么不是说有些话要跟他交代的吗？大女儿到，祝你事业有成。哎，我妈还是那么可爱啊。笑家和万事兴，好事事业兴。嗯，好，把小宝棒得很呐，很聪明伶俐。不是，现在不是让你赞美他们，是有什么爸爸要上岗了？你们俩之前不是说有些想跟他交代的地方吗？放心，奶奶爱你哦。甜甜的长大了，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努力学习。在学校里要腾学，
平常不要随便吃那个垃圾食品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啊！奶奶给你点个赞啊，点个赞。好，我说，长女儿，你现在已经当家了，你是我们这一大家的顶梁柱。这么一大锅的。一定要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。再一个，在工作里认认真真，哎，对同事、对朋友说话一定要哎温柔和气，哎，把你的本职工作一定要干好，打好这个家。爸爸妈妈为你高兴，为你点赞。嗯，好。和小孩说话，正确的引导。怎么感觉做工作报告的结尾似的？好，妈，谢谢爸爸自己了。要是说的不到位，你做的你应该到位就行了。嗯，我记住了。好，那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然后我们也期待昌老师的表现。嗯，爸爸上岗，我们肯定放心。爸爸带娃肯定放心。嗯。嗯，好，爸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好，我妈每次都这样。我要出门啦，好开心啊！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计划好了。自由发挥吧，啊！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。好恐怖的感觉，魔鬼训练。那你走吧。你知道我怕什么吗？我怕他因为这到时候眼睛会肿，最重要冷热，还有一个安全问题。奶奶让他喝完。妈妈有点紧张。你走吧，再见。好了，我要出去了。然后这个等会儿帮他洗一下，袜子内裤在这里，这个是洗内裤的，这个是洗袜子，安全安全，千万不要磕到，然后冷热。说我要出去了三回了吧，已经还是没出了门。这其实万般不放心啊。嗯，我走了。你欢送一下妈妈。好，再见。那你路上要小心了。好，我路上会小心的。但是别摔倒了，走路别走到窨井盖上。我在想妈妈，她现在已经很啰嗦了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踩到窨井盖，我也不会摔倒的。你要看红灯就停，看绿灯就走。好，我记住你说的话了。你有没有记住我说的话？我记住。别忘了盯着他喝水，你不盯着他，他不会喝的。又来一遍。